从立相公回家探母之后，冬去春来杳无音信，我们小姐终日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整天以泪洗面，一病奄奄。看今儿个天气晴和，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劝解劝解。小姐，请出来赏赏春光吧。唉，是是书童即刻登城，书童快来。哎，来了来了。相公什么事儿啊？适才老母有家事到来，命我即刻回去。回去？回去干什么呀？老母心中言道，在家中与我平定豪门之女。嘿，你说这事儿可多巧啊，当初你不在这儿招亲，他又不让你娶亲，如今这亲也招了，他又让你再娶个媳妇儿，你不跟这儿讲吗？小小年纪懂得什么，快快收拾行李。行李不要了。哎，确实为何？你想啊，你连你媳妇儿都不要了，还要那破行李干什么呀？休得无礼，外相被骂。你就不该来。你只是何意呀？我是怕累坏了娘子你呀。原来如此，备得有酒与郎君饯行。多谢娘子。
问这归期吗？是啊，实难以定。怎么，你的归期不定吗？正是。那又不思念的道理呀，妾身也是思念郎君。我这里有紫玉钗一只，乃是我的心爱之物，你带在身旁，见了此钗就如同见着妾身一样。慢来慢来，此乃娘子心爱之物，还是留在你自己的身边吧。你莫非嫌弃他吗？日此待我收下就是，收下就是。这便才是。休论机关家不把他，我是大半的是你。我那表弟他当真走了吗？他依然走去了。
走的好啊，走的好啊！啊，表兄，你可知道我那十郎回家几时才得回来？这归期嘛，你可知道啊？啊，归期难得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不要再思念他了。恩爱夫妻，哪有不思念之理？这不你就不要多问了，还是回家侍奉高堂，尽你的孝道去吧。是弟妹，外面风大，快些回去吧，回去吧。男儿负心忧，痴心女子最多愁。信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回家探母是杳无音信，害得小玉姑娘朝思暮想的，她可就病了，病得还那么重。这位姑娘啊，是我看着她长起来的，她这么一病，我这心里边也怪难受的，我不免去到大街之上给他买些个好吃的送去。哦，哟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哦，这是当官的要游春，还摆这么大的臭架子，哎，待我闪躲一旁。
是李毅吗？啊，夫人，你看这曲江三月，好一派美景。啊，官人，你看那边会有青枝翠柳。官人，这是怎么当个事儿啊？这是。哎呦，哎，我说李十郎，哎，李十郎。啊，官人，那旁有人唤你呢。哦，待我看来。李十郎是我呀，我是鲍妈妈。我们回去吧。哎。怎么走了，李十郎？哎，你过来，我呀跟你说两句话啊。哎，李十郎，哎，你过来，过来呀。小尉过来，那旁有一老奸婆，上下窥探于我，定不是好人，快快将他轰走。遵命。答应。这一妇人为何在此窥探？你们家大人的我认识，他叫李十郎。哎，这么着，我呀过去跟他说两句话，说完了我就走。李十郎乃卢大人的贵婿，岂能与你这妇人交谈？再若不走，将你拉至官衙问了罪。哎，别介。哎，不是，与我走。我跟他说两句话。与我走。走。哎，我走，我走。启禀大人，那一妇人依然轰走了，知道了。啊，官人，那一老妈妈，你可认识她？下官不得的知识，也曾受过她的怨气，故而怨恨于她。这就难怪了。唉，实指望陪夫人前来游春。不想遇到这个老奸婆，也不知增添了多少烦恼，真是乘兴而来，扫兴而归。我们回去吧。是，我们回去吧。李十郎啊，李十郎，你呀，你整个一个白眼狼！你呢？你是屎个浪爬竹竿，你可算攀上高枝了。可怜的小雨姑娘，朝思暮想的惦记着你，你却停妻再娶，这件事儿，你对得起的小雨姑娘吗？我呀，我得跟小雨姑娘说一声。这件事儿可气死我了！见此情。
春来杳无音信，我们小姐终日茶也不思饭也不想，正天意泪洗面一病奄奄，看今儿个天气晴和，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劝解劝解。小姐请出来赏赏春光吧。啊，是thank you.
请魏明义调治调治吧。这怕是扁鹊附身，华佗在世，也治不好我的病症。您的姓氏我都明白，都是因那李十郎所起，他可真是个薄情之人，您就别想他了。恩爱父亲，那有不思念的道理？都是这李毅的盟师给害的，我把他撕了吧。不哭，有何了不得喽？有了不得了！哎呦，我说姑娘，我回来啦！宝妈妈来了，是啊，快请坐。我呀，我就不坐了。哎，我说姑娘，我呀要跟你说一件事，可是，一样我要是说出来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呀。我不生气就是，你快快讲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跟你说呀，那李十郎他回来了。曲江池边的时候，看见他正在那儿游春呢，本打算着过去跟他说两句话，没想到他假装的不认识我，还让校尉把我给轰走了。后来这么一打听啊，他又跟一个阔小姐他成亲了。怎么讲？他听妻再娶了。醒来，小儿醒来，母亲呐，我那十郎回家，他又连催别家小姐了。哦，怎么，他又连去别家？这是活人对你讲的，是宝妈妈亲眼得见。是我亲眼见着的，这还有什么假的吗？事到如今，儿就将他忘却了吧。待为娘与你另选高门，也齐齐那负心之人。啊，母亲，想知天下的男子，若再找一个似我那十郎一般的人儿，怕是无忧的了。哎，儿啊，你也特痴情了吧？如此说来，待我前去会他，看他用火焰对我。去不得！我说姑娘，你呀，你可去不得呀！像那卢府势力浩大，你此番前去，让他们羞辱一番，不是有苦也没地儿诉吗？怎么，那卢府势力浩大呢？啊！说傻孩子，你怎么还剃头挑子一头热呢？他攀高枝还来不及，哪个又逼迫于他了呢？既然如此，带我前去与他比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小姐，您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还去得了卢府啊？我说姑娘，事到如今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你有
有什么主意？慢慢的听我跟你说啊，我呢拿着您的紫玉钗，带着您的青竹图，去到那卢府见了李侍郎，诉说姑娘你的苦。那李侍郎他要是回心转意，这事儿啊也就罢了。那李侍郎要是吃了秤砣，铁了心了，到时候不用姑娘你说话，骂骂我呀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多谢妈妈。保重啊，等着妈妈我回来呀。小姐儿啊，小姐，
个卖紫玉钗的老妈妈要求见夫人呐，唤她前堂回话。是，老妈妈快来呀！哎，来了！丁下卖钗记来见无一人，参见夫人。请看，哦，原来是只紫玉钗。对喽，但不知妈妈要卖多少银钱？这个玉钗呀，它没价，我呢也没打算着卖。既然不卖，你到此何事？干脆我跟您说实话得了。这只玉钗呀，是我们一位小姐的心爱之物。但问小姐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霍小玉。霍小玉。是啊，先前呢，这位姑娘最爱读一位才子的诗书文章，都入了迷了。后来经过两下撮合，他们呢就结成了夫妻。自从结成了夫妻，他们俩人的小日子简直的就是冰糖葫芦蘸蜜，那是甜上加甜。可是这位才子刚一得了重啊，他呢他又跟一个阔小姐又成亲了。但不知他娶的是谁家女子？就是主考大人的千金小姐。那位才子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呀姓李名义，人称李十郎。李十郎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先前我也不知道，就知道他回家探母去了。那天呢，我路过曲江池边，看见他呀正在那儿游春呢，本打算着过去跟他说两句话，没想到他假装着不认识我，还让校尉把我给轰走了。那日曲江游春遇到的老妈妈就是你母。哟，我说夫人，您可真是好眼力呀！回到家去，我呀把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姑娘说了，我们姑娘是执意要来，怎奈病体缠身，这才定下了买差之计。哎，您瞧瞧这儿啊，还有青竹图，上边还有李十郎的亲笔题诗呢。带我看来。我们此番前来呀，不为别的，就求那李十郎再跟小玉姑娘见上最后一面，我们就感恩非浅了。好过负心的男子。谁说他不是啊？啊，妈妈，你且请至后堂等候，我自有道理。我们这儿先谢谢您啦。这年头像这么好心眼的人可不多喽。大人保险于我，身为翰林学士，焉能不喜？这还不算喜，你还要双喜临门年。
还有什么喜事啊？夫妻就要重逢，岂不是一喜？你我夫妻并未分离，何止此言呐？只见新人笑，不问旧人啼。不知何缘故，身体之丈夫。我这里有件东西，你且看来。待我看来。可认识此物？我并不曾见过此物。那霍小玉呢？霍小玉吗？我与他素昧平生。稍事你就明白了，老妈妈快来。哎，来了。参见进士公。胆大贱婆，竟敢私入官府，该当何罪？是我叫他来的，你可认识他？他，我，你是哪个哇？哎呦，您瞧瞧，他可真会装蒜呐！李侍郎，连我这大媒人你都不认识了？要是没有我，你能跟那小玉姑娘成为夫妻吗？怎么着，做了官了，你就可以停妻再娶？媳妇儿不认了，连我这大媒人你都不认了吗？休得胡言，快快与我走了出去。那我这就先谢谢您了，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。李侍郎啊，李侍郎，你的根底别人不知道，难道说妈妈我还不清楚吗？想当初你不得地的时候，招赘霍府，那霍姑娘是怎样款待你的？你们夫妻又是何等的恩爱？怎么着，做了官了就能够停妻再娶？可怜的小玉姑娘在家里边朝思暮想的惦记着你。我们来这儿啊，不求别的，就求你跟那小玉姑娘再见上最后一面。说了半天你无动于衷，连我这大媒人你都不认了，你的良心何在？天理何存？你休得胡言，快快走了出去。且慢，你莫看他是个老妇人，他的良心比你要强得多哟。我说夫人，您瞧瞧，他对小玉姑娘就这么无情无义的，他跟您能够白头到老吗？快快与我轰了出去。用不着你哄，我走，我走。啊，妈妈，你将此差还与你家小姐，对她演讲，此事我定要与她做主。那我替我们家小姐谢谢您了。快快走了出去，我走，我是得走。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待着呢？我不成，我呀，我得骂他几句。李侍郎啊，李侍郎，你呀，你整个一个白眼狼，自己不正，你怎能正人？你可知马有垂缰之意，狗有失草之心，羊有跪乳之恩，乌鸦还有反哺之意。你呀，你是披毛戴角，你怎够人乎？你呀，你不是人！再若胡言，定要将你送官之人罪。送官之罪？好。我走，我走。不成，我呀，我还得骂他几句。
郎啊，李侍郎，我把你个郎宰子！你幸亏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进士，就能够停妻再娶，忘记糟糠之妻是无情无义。你要是做了当朝的宰相，那是不是连你们家祖宗你都不认识了？你也不怕大家伙把你们家的祖坟挖成了八瓣？你滚了出去！我凭什么滚呢？我就走。就走，我走。您瞧瞧，我净顾着在这儿骂他了，也不知道小雨姑娘病的是死是活。千不怪万不怪，都怪妈妈我有眼无珠，做错了没？小雨姑娘，你可千万别有个好歹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妈妈我这心里怎么过得去呀？我那可怜的孩子，妈妈我呀，我看你来夫人，我与那何小雨相认，怎能对得起夫人你呀？听你之言，那何小雨你是不认他的。我是一定不能认他呀。既然不认，当初为何招赘他家？当初我也是情非得已呀。你既有亲戚，为何天气再去？哎，我若不与你成亲，我的功名难保啊！李毅，你好负心也！江岸黄山客，来到长安访游不遇，天色已晚，旅店繁杂，看那前面有户人家，待俺借宿一宵便了。来此一事
门上有人么？来了，是哪位？老妈妈，在下黄山客。哦，你就是闻名天下的侠士黄山客么？正是。失敬了，岂敢。壮士到此何事？老妈妈，只因俺来到长安，访游不遇，天色已晚，旅店繁杂，已约在此借宿一宵，不知老妈妈意下如何？哦，我这里有一厢房，借你暂住一宵就是。于此打扰了，朕的事。以身行侠义，四海有人知。皇上，天到什么时候了？二更天了。怎么又是二更天了？想当初我与是那是何等的恩爱，谁想也有今天。花美眷，偕老吧。
路径，把命人命在旦夕，别无所求，只想见他一面。哎呀，妾侄，这夜尽今生为何悲声甚切？待俺问过面部，有请老妈妈。何事？老妈妈，这夜尽今生哪里来的女子啼哭？这啼哭的女子吗？乃是我的女儿霍小雨，只因被离异抛弃，如今命在旦夕，只求与那离异见上一面，也得甘心瞑目的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老妈妈。我与离异有一面之交，待我寻他前来，让他夫妻见上一面，你看如何？若得如此，感恩匪浅。好，你且等候了。原来是黄仁兄，黄仁兄，想当初下官穷途落魄之时，多有叨扰，还在酒店之中与你借了40两银子。如今下官已是翰林学士，稍使皇兄请到陆府，我加倍奉还。此事无暇多谈，告辞了。回来。你监狱火王，下官有意约会前去赏花。赏花？某遨游四海，见过许多奇花异草，前面有一段长花，何不随俺一同前去观看？这倒奇了，什么叫做断肠花呀？稍时一见，你自然分晓。随我来。来此一是祸福，待我转去。且慢，此花见了你，若有一线生机，还则罢了；倘若死去，我叫你难逃活命。要见你见，我要回府。你哪里走？老妈妈，快来！哦，来了。壮士何事？离异来了。离异，你害得我女儿好苦这是他自寻烦恼，哪个害他不成？
我女儿为你是朝思暮盼，如今命在旦夕，你快快进去与她见上一面吧。我是不见她的。你果然负心，待我唤我女儿起来。女儿醒来，女儿醒来。儿啊，侍郎来了，骗了我多次了，他依然负心，是不会回来的。他当真的来了吗？当真的来了。是啊，他在哪里？在外面，他怎么不进来呀？为娘唤他，他不肯进来。哦，母亲唤他，他不肯进来。若是女儿唤他，他是一定会进来的。是啊，女儿唤他，他是一定会进来的。儿啊，你唤哪，你唤哪？我唤
里面讲话之人，莫非是霍姑娘吗？什么霍姑娘啊？我与你姻缘一段，你休来缠我。他果然负心，待我回他。儿小姐，儿啊！哎呀，大鬼，大鬼，大鬼！哪里来的鬼呀？他是活见鬼。你才是鬼呢！看你先用憔悴，蓬头垢面，岂不像过火鬼？怎么，你当我如今像过火鬼？不过是逢场作戏呀！你曾记得那定情似玉华衷肠。之女，哪个还要你这卑贱之人呐？此事千行泪，万贯酒回肠，泪浪憔悴我穷。
好了好了，看你可得可怜，也罢，待我卸下修饰，你另嫁他人去吧。你剑客。